临终关怀啊，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两堂课来跟大家讨论有关临终关怀的理论，还有它的操作的方法。那么，佛法对生命的观察，主要是根据因缘的理论。那么这个因缘观呢，当然在大乘佛法讲的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维系。但是，身为一个佛弟子啊，我们基本的因缘观呢，就是一个三世因果的道理。那么这个三世因果呢，就是我们今天呢，站在一个今生的角度。那么我们今天去回顾过去啊，我们相信有过去的生命。那么我们去观察未来，我们也相信有未来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种过去、现在的一种无量的生命观呢，在唯识学，他讲了一个偈颂来形容这个三世的因果。那么唯识学上说啊，是恒转如暴流，也就是说呢，我们怎么去理解生命的相貌呢？那么成唯书论上说呢，生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水流。那么这个水流的意思呢，就是它是恒常相续的，而且它是前后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生命的变化当中呢，事实上有两个因缘啊，是主导的我们的生命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我们造的业力，啊，就是我们曾经在过去生或者今生，可能因为一时的颠倒，造了这些杀盗淫妄的罪业。当然，业的本性是刹那刹那的无常，你在造的时候啊，它是刹那刹那的生灭无常。但是你所累积的那种恶的功能被保存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它有招感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那么我们也曾经因为一时的善心做布施持戒的善业。那么这个善业有招感人天安乐的果报啊，这个业啊也被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的未来的生命会受着我们在内心的深处的善业跟恶业的影响，这个是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影响我们来生的因缘呢，就是我们的心念，就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是起的是善念或者是恶念呢。那么这一部分也会影响到我们来生的果报，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业力它是一种轻因缘，啊，就像一个苹果的种子。那么这个心念呢是一个增上缘，那么这个种子有很多了，哪一个种子要得果报呢？就是由这个心念来引导我们的业力得果报，啊，所以站在一个临命终的角度啊。那么，这个我们如何的帮助临终人升起善念，来引导他的善业起现行呢？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主题了。所以，临终助念，简单的说，就是帮助临终的人升起正念。因为他升起正念有困难，那么我们如何来帮助他、引导他，让他升起正念？那么，由这个正念的力量呢，来刺激他过去的善业，那么往生善处。乃至于往生净土，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临终关怀的一个主题。好，那么我们看讲义的大科说明。那么我们把这个临终关怀的主题呢分成三大科啊，第一科呢是甲一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临终关怀啊，把这个理论先做一个说明。甲二如何做好临终关怀？
那么当我们知道临终关怀对我们一个生命的重要，我们应该实际上如何来操作啊，使另一个临命中的人他在一种身心世界如此败坏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孤独无助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帮助他来升起正念啊，这是一个实际的修行的方法。那么甲三我们做一个结识切修啊，好，我们现在先看第一颗的甲一啊，明临终关怀的重要。那么我们一个人临命中的往生的因缘呢，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呢是随业往生啊，第二个是随念往生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过去生当中或今生当中所造的业力啊，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受生的因缘啊。那么在随业当中呢，分成两颗，第一颗呢先做一个总说，那么第二颗再是一个别事。先看总说的地方，好，我们先念一遍。又行善不善，卜特迦罗，将命终时，或自然意先所习善即不善，或他令意。比于尔时，于多曾习力最强者，其心偏计，于悉皆忘。若具平等曾串习者，比于尔时，随出自意，或令他意，唯此不舍。不起于心，比于尔时，由二种因增上力故而变命中，为乐着戏论因增上力及敬不敬业因增上力。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说了，把我们一个临命中的一个影响我们的因素啊，做一个说明。好，那么又行善不善，不得切罗啊，就是不得切罗，就是指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有情众生。那么有情众生一般来说啊，正常的人他一生当中啊，他会积极一些善业，但是一个人不可能经常保持正念，他有时候会受环境的影响啊，他也就会升起一些颠倒啊，他也就会失控，也会造一些罪业啊。所以一个有情众生正常人，他的内心当中有善业也有罪业。那么这样子讲的话，那么我怎么知道我临命中的时候，我到底是善业起现行还是罪业起现行呢？我今生，我现在回顾我的今生当中，我造的善业可以造的罪业，那到底哪一个业力会引导我呢？好，就往下看。那么将命终时，这是个关键时候了。那么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啊，他有两种情况会出现。第一种情况呢，或自然意先所习善不善，或他令意。好，那么这个自然就是说，这个业啊，是他自己意念出来的，可能是善业或者不善业。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业我们在造的时候，我们的心非常的坚定，而且次数也相当的多，那么这种业就是一个重业，不管是善业恶业。那么在我们内心当中啊，比较强大的业力啊，我们一般都会记得，我们心中会除了你忏悔以外啊，这个心啊，你会经常会记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善业。如果想到善业的时候，你当然是非常的安稳。假设他你意念是一种罪业啊，那你内心那就是躁动不安。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生也造了善业，也造了罪业，但是你曾经有一种很特殊的因缘，造了一个很重很重的善业或恶业，这个时候临命中啊，它会自然浮现，因为它的势力最强大。这是第一种因素。第二种呢，或他令意，这个他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你已经忘掉了，但是呢，有外在的环境的刺激让你意念出来。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地方，或者看到什么相片啊，触景生情，你看到这个某一件东西啊，你突然间在临命中的时候想到你曾经在什么时间什么处所去造了什么业啊。也就是说呢，你在无量无边的善业跟罪业当中呢，临命中的时候有一个业起现行了。那么这个业呢，多分来说呢，
比尔时宜多承袭力最强者，其心偏计宜袭以皆亡。所以我们黎明中啊，正常人对自己一生所造作的种种的行为啊，往往是这个业力最强的人，我最强的业啊，我们容易把它记住。那么这样的一个业对我们来生就会有影响。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强大的善业或者罪业，那么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浮现出来。第二种情况呢，若即平等成算吉者，彼儿时若出自意或令他意，为此不舍，不起一心。那么前面的情况就是说呢，你牵涉到有重大的善业或重大的罪业。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即平等，你一生当中啊也没有造什么特殊的善业，但是可也没造什么特殊的罪业。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不决定了，看你那个时候啊遇到什么环境，什么人跟你讲什么话，那么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哦，这个业力对你就有影响了，啊，就看你当初所遇到的因缘啊，那么看哪一个业力起现行，因为你都没有强大的业力哈，啊。那么总之呢，彼尔是有两种因增上力故而变命中啊，就是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有两种的力量啊，会引导我们生命去投胎的。第一个呢，要着细论因增上力故；第二个，尽不尽业因增上力故。那么我们来生的生命呢，第一个就是因素，就是尽不尽业，就是我们所造的善恶业，特别是在黎明中能够去回想的业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这个业力的爱着啊，你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你没有用念佛或者是持咒或者是止观的方法把这个信念转过来，你对于你所浮现的业力啊深深的执取啊，那么爱着不舍，好，这个信念呢，那么跟业力的合这个时候就得果报了啊。所以呢，总而言之，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影响我们投胎的第一个就是业力，你回想起的业力啊。第二个就是你临终的时候升起一个什么样的信念，那么这是一个总说了。好，好，那么我们再看，那假设这个善业跟罪业起现行的一个相貌，我们怎么判断就这个人是善业起现行或者罪业起现行，我们看第二段。 好，第二段当中先看第一段，就是不善业起现行的相貌。好，若行不善业者，当于尔时受先所作诸不善业所得不爱果之前相，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依此相故，婆伽梵说：若有先作恶不善业，即增长矣。彼于尔时，如日后分，或山山丰盈等，悬覆、偏覆、极覆，当知如是，卜特伽罗，从明去暗。那么，假设不幸的是，我们今生的罪业啊，他在临命中的时候浮现出来了。那么怎么知道是罪业起现行呢？就是啊，那么这个不善业在得不可爱果报的时候有一种前相，就是世间上的事情会有个征兆啊。我们说是这个山里一来风满楼，就你住在山上啊，你看到很强烈又特别寒冷的风啊，你就知道要下大雨，就是下大雨会有征兆。那么一个人他要堕三恶道之前呢，啊，在今生将死之前呢，啊，也有一些前相，有些征兆。什么征兆呢？犹如梦中见无量种变怪色相。那么假设一个临命中的人，他平常在昏睡当中啊，他经常梦到一些恐怖颠倒的相状，他在梦中都是看到一些非常恐怖颠倒的相状，他这个从梦境出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害怕，甚至吓得一身冷汗。那么这种相状我们就可以判断了，依此相故，那么佛陀说啊，这个人的过去的恶业啊已经成熟了，增长了啊。那么这个罪业成熟之下呢，就是这个人呢如日后昏或山山风等，先富偏富极富，就是
就像一个太阳啊要下山啊，那么现出一种黑暗的相貌。那么我们从一个人的梦境或者他在昏睡当中所看到的影像，可以判断这个有情众生啊是从明去暗，他要从光明的安乐出所要堕落到这个善恶道去了。所以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说，当一个临命中人他看到的是黑暗相或者恐怖相颠倒相啊，在临死的前几天或者前几个礼拜一直梦到这种相貌，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的罪业要起现行了，他要堕落到三恶道去了，这个是罪业要起现行的一个征兆。再看第二段，若先受尽不善业果而修善者，与上相违，当知如是补特伽罗，从暗去明，此中差别者，将命中时犹如梦中见无量种非变怪色相可异相生。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一个人他积极的善业强，那么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他这个善业是强者先谦啊，在善业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是从黑暗去向光明啊，所谓黑暗去向光明，就是说呢，他来生会比今生更加的快乐。那么怎么知道呢？就这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在昏睡的梦中啊，见无量种非变怪色可异相生。就这个人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临命中之前啊，他不管是在打瞌睡或者正式的睡觉，他看到的景象都是光明的。比如说他就经常看到他在一个花园里面玩耍啊，看到宫殿，甚至于看到佛菩萨。那么这种时令这种他一种欢喜的相貌，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善业即将起现行，就是这个善业要出现之前呢、也是有征兆。就是我们不管是罪业要起现行或者善业要来临的时候啊，都有征兆。就像那个山雨，那个广大的雨要下之前啊，你看气候也有一些变化，也先出现乌云黑暗，然后再下一场大雨。好，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临命中人他梦境梦到什么境界啊，或者你自己判断啊，你也就知道你到底是你的善业要表现出来，或者是罪业要表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判断方法。好，那么这就是说呢，我们在谈到临命中的一个往生的因缘，就是第一个，我们不能忽略业力的因缘。好，这是第一个因缘。那么第二个就是随念往生。好，随念往生呢，就是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能够升起一个坚定的信念，那么能够扭转这个业力，由这个心力来扭转业力。好，那我们看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的两个偈颂。从生作善，临终恶念，变生恶道；从生作恶，临终善念，变生善道。那么龙树菩萨呢，他讲出两句话。第一个呢，从生作善，就是一个人假设他一生当中积极很多的善业，也就是说呢，他在内心的深处的阿赖耶识啊，他的善业势力是强大的。那么按照业果招感的道理，是强者先谦，由强大的业力先得果报。但是他临命中的时候呢，升起一个非常坚固的恶念，那么这样子也会使令他堕三恶道。比如说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信奉三宝，那么当然信奉三宝他有积极很多的善业了。但临命中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婢女为他扇扇子的时候，不小心啊把这个扇子打到他的头上，结果他升起一个非常坚固的嗔心。那么他这个善业本来要表现出来之前啊，因为他突然间起一个非常坚固的恶念嗔心的念头，那么这个恶念本身呢，它就有滋润这个业力得果报的功能，就像水有滋润种子，使令这个种子开花结果的功能。
所以呢，他这个恶念呢，就会去引导他过去生曾经造的罪业啊，把这个罪业调动出来。那么他的善业就暂时的隐没下去了。结果他因为嗔心的关系呢，就变成一条蛇，毒蛇。就是他的善业，当然他的善业没有失掉，但是这整个 schedule 啊，被延后到来生再得果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临终升起一个非常坚定的恶念。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从神作恶，临终善念变身三道。那么反过来说呢，假设一个人他一生当中啊，什么恶业都干啊，那么杀盗淫妄什么罪业都做的，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呢，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啊，升起一个很坚定的善念，这个人变身三道，就是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妇人，她是信奉婆罗门教的。那么婆罗门教经常要杀生来祭祀这个天神，所以这个婆罗门女啊，她造了很多的杀业。那么按照正常的情况，她应该要这个罪业的因缘到三恶道去的。但是呢，她有一天呢、啊、回娘家的时候啊，带着她的小女儿回娘家。但是遇到这个大雨啊，那么在过这个桥的时候啊，结果这个桥断掉啊，那么他的女儿就掉到这个河那个河水去了。那么他一心一意为了救他的女儿啊，他也跳到河里去啊，结果那个河水的速度太快了，两个人都淹死了。那么这个妇人他在临命终之前啊，他一心一意的一种要救他女儿的心、啊、这是一种施舍的善心。那么这种施舍的善心非常的坚定，所以呢，他就使令他过去生的善业啊，先得果报。所以呢，当我们在临命中升起坚定的善念啊，虽然你一生积聚很多罪业，但是呢，他会使令你的善业先得果报，叫变身三道。那么这一段的整个内容是说、啊、影响我们来生的因缘有业力的因缘跟我们心念的因缘。当然从一个佛弟子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刚开始应该断恶修善，因为你这个业力强啊，你临终的时候啊，就障碍会特别多，你这个罪业表现出来的力量就特别强，所以刚开始要先断恶修善，但是从净土宗的角度啊，你要培养一个对弥陀皈依的心念啊，那又特别重要。我们一般人的心念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啊，有两种情况。如果你不是修行人，你不是修行人，你的心念啊，你的心、啊、只有一个相貌，就是心随境转，你的心都是向外发散的，心光外泄。所以正常人的没有修行人的心念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都是在昏睡状态。所以我们一般人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你看的样子都是整天在睡觉，这是正常的，因为他的心念平常都没有在摄心，所以临终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随念往生，根本就没有念。那么没有念呢，一般人就是随业流转的，就像这个空中的羽毛啊，叫风往上吹它就往上飘，那么往下吹就往下堕了。所以我们一般人很难用心念来引导业力，因为你这个心念薄弱。那么我们修习净土宗的人，因为我们平常经常在静坐啊，修持观啊，对弥陀的皈依那个心念啊，点点滴滴的累积，到临命终的时候又有善知识的开导，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临命终的时候，我们那个善业在鼓动的时候啊，你会出现一个很清楚的正念啊，正念分明，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明。那么这样的一个念力啊，它就会去引导我们净土的善业，使令这个净土的善业先得果报。所以呢，在临命终的角度来说啊，一个修行人跟非修行人的最大差别、啊、就是修行人他能够把他平常的正念表达出来，
那么非修行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念，他的心思是散乱的，好，那么只好随意流转。好，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我们把这个往生的一些差别因缘呢，先做一个总相的说明。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看临终处理好坏的得失。好，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临终一关最为要紧，是有余人于父母眷属临终时，则为悲痛哭泣，洗身换衣，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亡人。不念佛者，且至勿论，即至切往生。临终遇此眷属，多皆破坏正念，仍留此戒。临终助念，譬如切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牵后推，左右扶叶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昭彰，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自力充足，而亲友之事各以己物令其担负，担负过多，力竭身疲，望崖而退。此之得失虽由他起，实属亡者劫中成全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凡修净业者，当成全人之正念，即欲为眷属视其利害，必各知所重在神事得所，不在事情场面好看，庶可无余矣。 好，我们再来解释。好，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先做一个总标了，临终一关最为要紧。印光大师呢，先标出整个重点，就是临终一关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为重要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定义，什么叫临命终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那么在一切事理论上说，讲过我们临命终的心呢，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名利心明白的名，利呢是利益的利，名利心。那么一个人到临命终的时候，他刚开始可能会去昏昧，但是他突然间会回光返照，就突然间你看他在病房里面已经睡了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都是昏昏迷迷，但突然间他清醒过来，那就知道他准备要走了。就突然间他的明了性特别强，就像蜡烛啊，蜡烛要烧完之前突然间烧得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临命中的第一个状态，就是明利心，他的心比他以前的心的状态都特别清楚分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人呢，他会突然间会看到他过去生所造的善业或者罪业，就像看电影一样，当然他速度很快。他曾经在某一个时空造了重大的罪业，或者在某一个时空造了一种重大的善业，这个时候他明利心的时候全部现出来，他自己就是死后有审判，其实就是自己的心把业力表现出来。那么站在一个往生净土的人来说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临终的开导就非常重要，就是在明利心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他一生有善业罪业，而这个时候呢，你要他皈依弥陀是最重要的。那么假设名利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临终关怀的工作，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很短，有些人可能很长小者五分钟，大的多的一个小时，这个名利心就过去了。那么这个名利心呢，是我们临终开导的一个最好时机了。那么当这个名利心过去了以后，到第二个阶段叫昏昧心，他的心开始昏昧，就像一个人慢慢睡觉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知道他即将死亡。那么死亡的时候就像那个蜡烛慢慢熄灭，慢慢熄灭，慢慢熄灭，他的明了性对外境的这种清楚分明的了别慢慢的淡薄，慢慢淡薄，慢慢淡薄。那么一般人会对自己的色身爱着，他不想离开他的身体，他不想离开这个果报，但是业力不同意，业力会推动他离开他的身体，所以在这个昏昧心的时候会有痛苦的感觉出现，就像身归脱壳，一个乌龟
他不离开，他不想离开这个龟壳、啊、但是你硬把他拉出来。那么昏昧心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我们在几十年在这一生的果报当中，我们利用我们住在我们的躯壳已经习惯了，我们不想离开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但是呢业力推动了我们，硬把我们要把它推出去啊。所以在这个昏昧心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死亡的痛苦出现。那么昏昧心在过去第三个叫梦觉，梦是那个整个人就是得昏过去的。那么梦觉的时候呢，它整个第六识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粗的心识啊，完全不活动，它跟外界完全没办法接触了，你跟它说什么它再也听不到了。但是它还没有死亡，它有维系的心识存在，叫第八识。那么梦觉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稍微长一点啊。那么梦觉在下一刹那就死亡了，他的神识就脱出来了，他跳出来了。那么全身冰冷，叫中阴身。那么中阴身就是死亡。那么我们讲临命中呢，就是他即将死亡，但是还没有正式死亡，叫临命中。那么主要的临终开导呢，就是名利心的时候最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即使他有罪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善巧的引导，还是有补救的方法。好，所以印光大师说，在我们一期生命当中啊，临终的这一关啊的处理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前一期的生命即将结束，那么后一期的生命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适当的努力，对整个局势还有扭转的作用。好，我们看第二段。是有遗人遗父母见属临终之时，则为悲痛哭泣，喜声唤力，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忘了。那么印光大师说呢，这世间上啊有一种颠倒的众生。这颠倒众生就是说啊，不管你在世俗的学历有多高，你是硕士博士啊，但是你对佛法的因缘根本不了解。那么不了解呢，你就会错误的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对亡者有伤害的事情。好，那么这以下讲出两件非常严重的错误的事情。第一个，悲痛哭泣。那么当然身为一个有情众生呢、啊、我们是有情感的、啊、我们面临亲人的往生啊，临命中啊，我们自然会发现我们的情感会悲痛哭泣，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啊，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说啊，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不可避免。他就说这个死亡他是不会因为你的哭泣而不死亡，那么他本身已经离不开他的身体的，你在他的面前悲痛哭泣，又增加他的情执，使令他呢要离开他的果报体更加的困难。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想要去发现我们情感的时候，你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啊，离开亡者，你到隔壁的房间去尽情的去表达你对这个亲人的一个怀念的感情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临命中的人，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我们不必做一些伤害他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悲痛哭泣啊，就会触动他内心的情执，加强他的情执。他本身已经是内忧外患，已经是彷徨无助了，你这个时候哭泣只有增加他的障碍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对他的内心产生伤害。第二个，对他的色身产生伤害，喜声唤意，这个是很容易去做的。临命中的人的心是非常脆弱，极度脆弱。我们一个人身体健康，气血旺盛，走路的时候你碰我一下我无所谓啊。但是诸位要知道，临命中的人他是内忧外患，他即将要失掉他一生所有的东西，他即将要面临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他内心当中是极度的无助跟惶恐。
所以你对他的身体的任何的干扰，对他的内心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王者啊，看起来不好看啊，赶快给他换衣服啦，化妆啦，或者他的睡觉的姿势不对啊，换个姿势啊。那么这样子呢，你这个身体的搬动啊，很容易去触动他的嗔心，因为他内心已经非常脆弱了，经不起任何的干扰啊。所以呢，这两件事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啊。那么这都是呢，只图世人好看，不计遗害王者。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身为一个旁观者，在外面的人呢、啊，我们只重视哦世人好看。你看我把父母亲呢、啊、化妆得很漂亮啊，我在我在他的面前哭泣的，表现我的孝心啊。那么我们只是考虑到自己的立场，我们没有考虑到这样子做呢，对一个临命中的人产生一个无法弥补的伤害。所以说呢，不念佛者且自误论啊，即切自往生临终一时见属，多皆破坏正念，人流世界。假设一个人他内心当中对来生没有任何的规划，那么这个当然就平常就是心思散乱啊，随意流转啊，那么这个我们暂且不论啊。那么就算是这个人平常正念啊，正念分明，他来生有明确的规划，求生净土，那么遇到这种疑思颠倒的众生呢，给他在面前悲痛哭泣，把他身体动来动去的，这样子呢，往往啊，都皆破坏正念，把他心中本来已经成就的正念啊，因为我们的哭泣，因为我们对他身体的干扰，结果他的正念就破坏掉了，那么就留在三界当中，也可能会升起恶念啊，而堕落到三恶道去。那么这个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临终的一个处理的重点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这第二段呢，就是把这个临终的正确的关怀跟不正确的关怀的一个功德跟过失啊，做一个比较。先看正确的临终关怀。那么临终助念，譬如却复上山，智力不足，幸有前前后推，左右扶翼之力，便可登峰造极，临终正念昭彰。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能够做正确的临终的助念啊，帮助他提起正念，而不是去破坏他的正念，那么这就是讲出一个譬喻，好像一个切腹上山，智力不足，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没什么善业，善业力薄弱，就是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一个人上山是爬不上去的，但是竟有前前后推，左右扶翼之力，有一个人在前面牵着他，后面有人推着他啊，左右两只手啊，有人扶着他。那么他本身虽然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正确的做临终关怀啊，可以使令他因为我们的帮助而达到高峰，那么达到正念的分明而往生善处。就是如果我们适当的处理啊，能够在他的心中培养一个善念，由善念的因缘去引导他的善业得果报。反过来，假设我们被这个魔见、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智力充足，而亲友之事各以己物，令其担负过多，力竭身疲，望癌而退。假设我们今天只考虑到自己的情感的发泄啊，只考虑到这个王者的身体是不是化妆得很漂亮，那么这样子呢？就好像是勇士上山，智力充足，他本来善业力很强啊，他不但是善业力强，他心中还有止观的修行，那么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用功啊，有一个正念的，但是呢，他本来有力量爬上山，但是亲属呢把自己的东西啊都交给他，使令他负担过多，结果呢望癌而退，就退下来破坏掉了。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心念啊，当然一个正念分明，有一半的因素是他平常的用功，就他平常参加共修啊，他有一些静坐的定课，他培养一个正念，但是有一半的因素就是你平常的临终的环境。我在世的时候啊，
有一个猎人，这个猎人他到山中打猎啊，抓了一只六牙白象。这个古时候这个白象啊，六只牙的白象是象中之王。那么白象的特色呢，一般的象啊，你用箭射它，它会害怕。但是六牙白象呢，它的特色呢，无所畏惧。啊，你用箭射它无所畏惧，这个象啊，一直往前冲的，除非它死掉为止。不管身上中了几支箭，它无所畏惧的。那么这个是个宝物了。那么这个猎人就把这个六牙白象啊，就供养给国王，国王很高兴啊，就赏了这个猎人很多的珍宝。那么这个国王就把这个白象啊，当作打仗的前锋，就是先这个白象啊先冲锋，后面才是军队。那么平常的时候呢，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些死刑犯呢、啊，那么国王就把这个死刑犯呢、啊。就丢到这个白象的这个房间里面去啊，白象看到人啊，一脚就把他踩死了。那么后来有一天啊，这个白象住的处所起火了，这个白象是保护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军队啊，就赶快把这个白象救出来。那么就搁置在一个临时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一个寺庙的旁边。那么当然也按照过去的惯例呢，有这个死刑犯啊，也就丢到这个白象的房间去。哎，但是这个白象啊，看到他，看到人啊，不是是过去把他踩死，过去用鼻子闻一闻他，拍拍他的肩膀就走了。那么这个养象的人就很感到很奇怪啦，就跟国王报告啊，说国王啊。就是像以前的时候个性很暴躁的啊，看到人就把他踩死了，现在他怎么看到人啊，他用鼻子把他闻一闻啊，拍拍他就走了。国王就感到很害怕，因为这个白象是保护国家的一个重要军队，如果这件事情让邻国知道了，这个国家就有危险了。那么国王就召集大臣来讨论这件事。当然大臣有的是读书人啊，读书人就有智慧。有一个大臣就说啊，他说国王啊，以前这个白象啊，他性情是暴恶，那么但是因为火烧的关系，现在搬到这个寺庙旁边呢、啊，整天听到寺庙的早晚课，诵经的声音。那么这个听到这个诵经的声音呢、啊，那个暴躁的心念就消失了，就起一个善良的心思，是这样子的，心随境转。环境造成的。那么国王说这些是不行啊，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国家就有危险啊。那么大臣说很简单，你把这个白象啊移一个处所，移到那个杀猪杀羊的地方去，屠宰场去。那么这个国王就把这个大象啊就移到这个屠夫的旁边去，整天听那个杀猪杀羊那个恐怖的声音啊，哦，他的暴躁气信念又恢复了。你把这个人丢进去，他还是把他踩死。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诸法因缘生。那么我们的这一念心啊，心法也是这个道理。他为什么临终能够升起正念？当然，他平常有栽培这个正念的种子。但是，你如何能够创造一个他升起正念的一个环境？这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亲属，身为子女该做的。就是说他内心当中有善念有恶念，那么你在临命终的时候，你要创造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呢、啊？使令亡者能够升起善念。所以临终的处理就是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创造一个好环境，让他平常曾经升起的善念升起来。好，这是一个关键点。好，我们看第三的节欠，此至得失虽由他起，实属往昔劫中成前破坏人之善恶业力所致。就是说，一个临命中的人，为什么这个人他能够得到一些好的眷属的照顾，好，能够开导、安慰、助念而升起正念？有些人他临命中的时候就这么多的恶因缘，有人破坏他，
当然表面上是别人做的啦，但是从因果的道理来说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在往昔当中啊，曾经去成全别人的功德，或者破坏别人的功德，这种善恶业力所招感。所以我们修净业者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平时要经常成就别人的正念啊，这个很重要。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啊，在八相成道有一个小母，那么身为一个太子啊，他在大树中打坐的时候啊，其实魔王曾经警告太子说，你要赶快离开这个树下，否则我会对你不利的。就是我们要被一个黑社会恐吓，我们就害怕，何况是一个魔王。那么这个时候太子他注定观察因缘，他观察他生生世世当中啊，从来没有破坏别人的正念，所以他认为他没有这个业力，不会招感这个果报，所以他无所畏惧。果然那个魔王用这个剑去射太子的时候，因为他没有那个业力啊，这个剑就变成 一朵莲花就掉下来。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希望自己保持正念，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因地啊，就有人在诵经，有人在念佛啊，就是我们尽量小声一点啊。过去在台湾的唱空师傅啊，他也提醒修行者，就是你这个打佛七啊，不要随便带小孩子去打佛七，因为打佛七啊，它是一个加刑，他那个心念啊，经过他佛号不断的意念啊，他可能会在这个佛器当中创造一个清净的正念，结果小孩子吵闹，在他整个栽培的过程当中破坏，这种过失是没办法弥补的。你说我丢掉的10万块，这个钱是外在的东西，但是他成就一个正念，这是一个无量劫一种解脱的因缘，他以后不一定有这个因缘。所以诸位要知道，当有人在听经或者是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动作，因为这个都是在生命当中一种对生命有重大扭转因缘的一种功德。他可能因为这次的听经或者这次的共修而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解脱的力量，那么在整个欣喜的酝酿的过程当中，如果因为我们的出声音破坏了，那糟糕了，那这个过失我们实在是扛不起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尽量要去成就别人的正念；第二个，亦为见属视其厉害。如果你要能够安全一点，你要跟你的亲属、你的子女讲清楚，临命终的时候绝对要做好一些正确的临终关怀，我们后面会说明到。那么一定要事情的交代。我们台湾有一种情况，就是先写下遗嘱，然后请律师来做证明，我临命终以后我要交给哪一个人来处理，其他的人都不准过问，其他的子女都不准过问。那么这个东西你可以事先做安排的，因为这毕竟是生死大事。那么必各自所重，在神事得所，不在事情场面好看，庶可无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这个临命终的人，重点在于神事得所，我们重点在于他的神事是不是能够往生善处，能够成就往生的一个功德，而不在于他的表面上的好看。那么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的用功啊，有一个断恶修善，注意自己的业力，那么一方面培养自己的正念。但是临命终的人他不可能再造业了，就是说面临一个在家务病房或者在临命终的人，他根本什么业都不能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引导他升起善念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心中有罪业有善业，那么你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善巧方便来引导他的善念，就会把他的善业引导出来。所以这个临终的一个关键点啊，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的引导一个临命终的人升起一个清净的善念。那么他的方法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
好，休息。甲二，如何做好临终关怀？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啊，我们这个来生的果报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呢是随业往生，第二个是随念往生。那么站在一个临命终的角度呢，他已经不可能再造作业力了，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升起正念啊。那么当然他自己要升起正念会有困难，因为他一般人在一生当中，他栽培的善念，他也栽培的恶念，所以身为一个在旁边的亲属啊，来帮助他把他的善念引导起来，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工作。所以临终的助念就是帮助临命中的人，使令他升起正念，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工作。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们看印光大师的一段开示啊，这当中会有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势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未助念，彼病者由此已死，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明焉？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举。语虽蔽理，一本佛经，遇此因缘，悉举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我们看这个第六面，第六面当中呢，它有三段。第一段呢是先做一个总说，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势难痊愈者。那么就是说啊，假设我们有这个父母兄弟或者是亲戚朋友，当然生了病啊，如果能够治，在医药能够做的范围，我们应该都不要放弃。但是假设他的病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医学上已经只延长他的生命而已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赶快送回家里，因为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为安全最安稳的地方，所以临终关怀最好是送回家里面做是最好。那么而且要交代医生，绝对不能急救啊，那么也不能打吗啡，因为你打麻啡以后啊，他就昏睡过去了，昏睡过去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完全不知道了，他就不能够升起正念来引导善业。那么他昏睡过去呢，那就完全是随业流转了，他不能用信念来引导善业，不可能，就看他的业力了。好，所以一个临命终人绝对不能够急救，因为你这个急救用这个电极啊，对他产生一种伤痛啊，也很容易引生他的嗔心。因为我们凡夫的众生，我们的心念跟我们的色身是合合在一起的啊，心念有色身有痛苦，你的心念也容易有痛苦，因为我们对色身产生执取啊。所以呢，假设这个人已经是重病，而且是没有办法治好的，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啊，赶快把他送回来，那么做一些临终关怀的工作。所以当这个重病不能痊愈的时候呢，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啊，那么做两件事，第一个劝彼念佛求生西方，第二个病危助念。那么刚开始你要先做一些开导，做一些心理建设啊，你要告诉他这个生命即将要到来，你要让他承认死亡是不可避免啊，那么应该放下这种苦恼的娑婆世界，应该要求生到净土去啊，就是你要在他的心中
啊，去透过你的开导啊，使令他产生一种关照的力量。他知道他应该要放弃娑婆世界的流转，应该要求生净土去啊，你应该先做这样的开导啊。第二个，并未助念啊，这个时候要他忆念阿弥陀的圣号。那么必病者由此时以即生净土，其为利益情的名言。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人这一期果报结束以后啊，他就不再堕落到这个生死的流转，而到净土去啊，那么永远能够成就不退转啊，乃至于成佛。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啊，帮助一个临命中人，临命中人往生净土，等于帮助一个人成佛的意思是一样。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做一个解释啊。这个临命中的处理啊，一般的社会的医学者啊，跟佛弟子的看法是有所不同。那么医学者他们的一个思考啊，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啊，主要的就是延长这个病人的寿命。他们的思考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是病危，他就急救，把你救过来，乃至你多活十分钟也好。那么医生他没有所谓来生的观念，他不管你来生去哪里，反正我的工作就是我医学能够做的，不管电极不管什么样，我用尽一切方法让你增加十秒钟也好。那么这个医学的这个看法是，当然现在我看到一些医学报道，现在西方的医学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样是不对的。好，那么佛弟子的看法是不同的。佛弟子认为死亡不可怕，问题是他来生去哪里是重点。所以身为一个佛弟子认为你经过急救让他多活一个小时，这个没有意义的。那么你应该在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开导他，然后去 以一种比较亲近的善念来面临来生，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工作，而不是说让他延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因为死亡迟早要到来。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临终关怀跟医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好，所以最好的方式在台湾呢，一般病危的时候我们都自己接回来自己做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站在医生的角度，他是不管你来生去哪里，他的工作就是延长你的寿命，乃至于增加一秒钟也好。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的不同，我们重视的是来生，而不是今生能够多活几天。好，咱们再看第二段，今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具，以随彼理译本佛经，译此因缘悉己行愿。那么印光大师的慈悲呢，列出了临终三要来使令我们能够作为往生的一个处理的根据。那么虽然这个话讲得很平常了，比例就是平常，没有什么深妙的道理，但是呢他的理论都是根据佛经而出啊，那么遇到于临终的因缘呢、啊、都可以来实践。好，那么这是所谓的临终三要啊，这个是印光大师的很重要的开示。第一个，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放般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半动哭泣以防误死。那么我们遇到临命中人，第一个呢就是开导安慰啊。一般的临命中的人啊，除非是大修行人，他经常保持正念，所以他临终也就保持正念，他根本就没有障碍啊，开不开导对他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正常的凡夫啊，特别居士啊，到临命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心有千千结。特别是那一种突然死亡的人，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已经生病生很久了，他有心理准备了，那么你如果遇到这种突然间意外死亡的人，他根本没有死亡的准备，他平常没有练死无常，那么这个时候他心中的障碍就很大了，他内心的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执着啊，就会障碍他的善念。这种人即使他一生当中积极多大的善业啊，那个善业都不能起现行，那个执着太重。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先破障开导。好，那么当然开导
有两个主题，啊，开导一个灵命中两个，第一个有所破坏，先破恶，那么有所建设，一开始先告诉他，就是所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就是你应该要面临一个来生，就像一个人脱掉一件旧的衣服，换上新的衣服，让他不要对死亡产生恐惧，而且一定要让他放下娑婆世界的一切的人世的因缘，这些都是如梦如幻，你根本带不走，死亡是不可避免，一定要让他能够开导他，让他对现前的因缘的放下。第二个，放下以后，那你说我应该迎合因住，我应该心放在什么处所呢？好，这个时候我们再介绍净土的功德，让它产生皈依。好，那么当然，如果说啊，这个人他是一个非佛教徒的，比如说你遇到基督教徒，那你叫他往生净土，他就有困难了。好，那你也可以劝他，你就依念耶稣基督的圣号，往生天界也可以。也就是说呢，起码你让他升起善念，比如说 他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啊，甚至对宗教是排斥的，那你在短时间临命终的时候让他学习就很困难了。那你就告诉他说，你问他的家人说，哎，你看这个人他一生当中有没有做过特别的善业，先把他亲属调查一下，啊，那么他说，哦，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做过一个很重大的善业，好，你就跟临终的人开导说，你记得吗？你在什么时候去孤儿院，那么做了什么什么善事？你这个时候要不断的让他意念他这个善事，因为他的心去意念善事的时候，他就起生会升起善念。好，那么你如果当然这个人是修净土的，那最好，那你就直接开导净土法门，好，就是让他升起善念。那么最好是能够升起净念，意念佛陀的这个念头，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啊，刚开始去的时候啊，先破除他心中的挂碍，那么把他心中执着的地方把它放下，然后他提起一种对弥陀的皈依。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啊，那么当他心中放下以后啊，这个时候就把佛号提起来。这个开示也不要太久了啊，那么开示只是一个前方便啊，这个障碍扫除以后啊，就让他佛号提起来。那么念佛的时候啊，有几点要注意的啊。那么这个法器的选择啊，印光大师说要用引磬，不要用木鱼，因为这个木鱼的声音混浊，很容易让他昏睡过去啊，要敲这个引磬啊，那速度不要太快啊，因为不是你要练，是他要练啊。因为这个临命中的人他的心力比较羸弱了。第三点，你不要练六字的，要练四字的。练六字的他根本没办法意念，啊，要练四字的佛号，啊，那么第四点、啊，一个人断气以后，从断气开始算起，断气以后练八个小时，啊，断气以后练八个小时，啊，那么如果说，啊，你这个练一练练一练，你觉得他这个人他的相貌越练越安详啊，那表示他的心念呢，啊，已经被你带动起来了，他的心念已经随顺佛号而转。你要看他练了半天呢，啊，相貌都没有变，那个样子就是很可怕的样子，那就是他的心中的结没有解开啊。你练你的，他打他的妄想，这个时候沙板再开始。因为他根本没办法随顺你的佛号而转嘛，你念你的佛号，他打他的妄想，那表示说他心中还有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他心中有挂碍，这个时候沙板再重新开始。最好是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你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心中的障碍在哪里最好，要不然你就要去 try。那总之你一定要让他心中的结解开来，那这个时候他心胸打开了，他就会随顺佛号来转了，那么佛的功德就能够加持进去了。就你把这个门关起来啊，太阳照不进去啊。
佛陀的心是平等的去关照一切列佛众生啊。问题是你得把门打开来，你自己要把自己的障碍破除掉。好，所以呢，这个到底我们应该是开导或者念佛啊？你就是看因缘办事。如果他已经念得很好，那就不要开始了。这个人善根强啊，你讲几句话那就够了。所以我说实在啊，你平常啊，平常经常听闻佛法的人啊，占了便宜。因为你善根强啊，别人讲几句话你就容易升起正念。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导安慰跟换班念佛啊，这两个要兼带的来调配。那么 这两个呢，一个是偏重照，一种观照，一个是调伏，观照力调伏。第三个呢，就是破障，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这个很重要啊。你八个小时啊，练完这个助念断气后八个小时啊，不要去搬动它，不要换衣服啊，不要急着去洗身换衣服，这些都不是重点。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哭泣的问题。平常跟这个亡者太过亲密的人要离开，就是这老人家看到这个小孩子就特别欢喜的，这个小孩子不能在他的旁边。啊，平常跟这个亡者啊特别有恶因缘的冤家也要离开，他一看到人就生气的，这个人也要离开，是这样子没有错的，啊，就是太好太坏的人都要离开。因为他的心经不起刺激了，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要让他保持正念，念佛、念法、念身。如果不能念佛、念法、念身，起码意念善业，让他安详的来度过最后的这一条路，让他安详的面临来生，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好，那么看第三段，果人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尼，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国而后已。这个就做一个总结了。那么印光大师说，我们能够这样做，一定能够灭除罪障，引导他求生净土。好，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对一个临命中的人，主要就是开导跟念佛。那么，如果你要为亡者诵经持咒，也可以。都没有坏处，但是呢，别处行之，可以在另外一个房间啊，来为他诵经持咒，但是在这个亡者的这个地方啊，只能够开示跟念佛，因为他临终的时候越简单越好。这个诵经也能够为他消除罪障，但是在其他的房间，避免心思太复杂。好，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这个。在台湾呢，也 有很多的学者在为了这个事情在辩论呢，就是器官捐赠的问题啊。当然，有些人认为说啊，反正我要死掉了，我应该把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哈。那么，有些人认为说我应该临终保持正念了哈。那么，这两派的学者，这当然都是佛教徒了，在台湾也升起了一个激烈的辩论哈。不过呢，站在净土宗的角度啊，基本上是不鼓励大家器官捐赠。那么他的理由就是说啊，因为站在净土宗的角度，临终的正念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今天不是要求增上生的，你当然有来生的话，那当然你因为一直善业啊，去得一个增上生。但是你净土宗的人很强调你一定要临终升起对弥陀皈依的正念，因为净土法门是感应道交，你完全靠善业力量不可能往生的，那是他力的摄受。那么既然讲他力摄受，就不是单方面的，阿弥陀我把手伸出来，你也得把手伸出来啊，你的正念弥陀的本愿两个合在一起。那么一个正常的人，你这个临终的器官的切除啊，诸位要知道，临终的器官切除不是死亡以后啊，他生命温度还在的时候，因为那个死掉这个器官就没有用了。
那么你看印光大师文钞连搬动都不可以了，何况是用刀子去割呢？所以净土宗认为说，我们今天利益众生不在一今，不在一时了，就是我到净土去，我回路说婆，那个时候你就是法身菩萨，不要说临命中，我现在就可以把身体给你啊。那么当然这就是个人的思考问题了，你对来生的规划，如果要到净土去，那么器官的捐赠可能你要慎重，你就要慎重，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啊。当然你不求生净土，那器官捐赠那就是你的选择，也是一个方法。如果一个人，我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人一生造了很多罪业，也没什么善业，没什么善业，他平常也没起过什么好的念头，要请他升起正念也很难啊。这个人鼓励他器官捐赠很重要，因为器官捐赠是布施嘛，他临终的时候，我把东西布施，意念这个舍施舍，他会意念这个布施啊，升到善处处。但是如果你有志于求生净土啊，这些事情你要慎重，因为你签下去以后，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讲话余地，你话讲不出来，可能会坏事。好，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应该慎重考虑。就是你的成佛之道应该怎么走，什么事该先做，再做第二件什么事，再做什么事，你自己要有规划。我先完成这个第一阶段工作，然后再怎么地。这佛法都一定都先发愿的，不是说横冲直撞。佛法的善法都是以波雷的智慧来引导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横冲直撞能够成就的，都是先智慧的抉择发愿，然后再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很难说是谁对谁错了，但是你知道你这件事情真的是你要的，你知道这是你规划的，那你就心甘情愿的走下去。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有些人他这个台湾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人家器官捐赠，你要把事情讲清楚，你不能够含糊笼统的带过，然后他产生错误的判断，结果到临终的时候后悔。就是说你临终捐赠器官会有什么样的优点什么缺点，你应该很真实的让对方知道，因为他有权利去知道他做这个判断是不是他真的要的。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临终捐赠器官对你临终升起善念会比较困难，肯定会有困难。当然这是个善法，但是对你的正念，从这个经论的学习来看，你的身体被切割你要升起清净的念头会比一般人困难。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该怎么做，但是你有权利知道真相。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我们做一个结释劝修，做一个总结。无论在家在安，必须敬上和下，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教他消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如果能依我所说而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把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个修行内涵，以印光大师的开示做一个总结。好，无论在家在安，就是这以下的修行，印光大师的一个摄受对象，包括在家居士，也包括了出家众，都可以如此的修行。那么以下呢，分成两个内涵，第一个是因地的修行，第二个是果地的功德。先讲因地。那么身为一个佛弟子呢，这当中有三个修行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刚开始的一种断恶修善，
啊，你一开始要先净除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好，那么这个净罪即知的一个心态啊，净上和下，你一定要有一种恭敬柔和的心。那么怎么实践呢？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那么在断恶修善当中呢，有两个力量是要成就的，第一个是恨力，第二个是忍力。这个恨力呢，就是一种精进，就像一个人赚钱一样。那么这个忍力呢，就是忍辱波罗蜜，就像一个人仓库啊，你要有赚钱，但是你要有仓库把它保存下来。一般来说啊，我们在积极善业的时候，恨力是容易成就，但是忍力就很难。古人说是任劳任怨啊，任劳容易，任怨难。你可以去做义工做三天不休息，但是你没办法经得起别人对你一句的批评，就是你那个忍力动不动就爆发出来。那么一个没有忍力的人，就像一个人赚的钱他没有仓库，你那个功德就不容易保存，很容易破坏流失啊。所以我们在积极善业的时候，除了有一种主动积极的恨力，还必须对自己的逆境有所忍力。这个事情是这样哈，当我们在做善业的时候，如果你是顺境，你自己的身体也很健康，以及外在环境都很顺利，你这个善业会继续做下去。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啊，就是说你在做善业，但是你突然间逆境重重，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继续走下去啊，那就要看你的智慧。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呢，你积极善业出现的痛苦的果报，就这个果报是怎么从哪里来的？就表示说，你本来在你的心中有一个重大的善恶道的罪业，你因为积极善业啊，把这个善业的势力破坏了，把它逼出来，叫重报轻受。所以我们在积极善业最困难熬过，就是说啊，当你的善业做得很强的时候，很精进的时候，他会把你内心的深处的罪业逼出来，然后你觉得哎呀，我怎么越做善法我的逆境越多。这个时候你如果对业果的观察不够啊，你可能就放弃了。你想想看，你创造的是一个善业，怎么会出现不可的果报呢？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过去的东西逼出来的，你应该保持欢喜。如果没有这个因缘，你应该到三恶道去的。好，所以呢，我们在积极善业的时候，不但是要有一种恨力，还有得忍力。你要在逆境现前的时候，你要能够通得过去。好，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我们有些善法我们做得到，但是有很多的善法我们不一定做得到。那么我们对于所不能做的事，要保持随喜功德的心，不要嫉妒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善法啊，尽量去成就别人的善法啊，那么这就是一种随喜。第三，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入人微啊，一方面经常的反省自己啊，不要去说别人的过失啊，什么事情都反省自己啊，不要把这个过失啊都推给别人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净土的一个基础啊，断恶修善。第二个是憎恨了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啊，这么一天当中呢，你起码要有一些定课啊，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坏，不起别念啊。就是说，虽然临终的助念啊是旁边的人提醒你，但是你平常也要去栽培正念。否则你临终要助念就有困难，所以平常要有一些定课。第二个，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日常生活的时候啊，当你烦恼升起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提佛号，你要用你的佛号来调伏你的烦恼，一定要让你的佛号有调伏烦恼的力量。第三段啊，常生惭愧心，即生忏悔心啊，这个是
经常保持谦卑的态度啊，纵有羞耻，总结我功夫很浅，不自矜夸啊，只惯自家，不管人家。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好，这个地方呢，是从前面的断恶修善，然后再念佛成就正念了。基本上，我们从前面的断恶修善呢，啊，修习止观呢，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人一定有点质量。有点质量以后怎么办呢？就保持谦卑。谦卑这个德行啊，我看只有中国文化才提得到，西方文化都是要求一个人多表现啊。中国文化里面呢，啊，中国的文化的精髓在《易经》。《易经》引导一个人趋吉避凶啊，讲出两个方法。你看，整部《易经》就是两个宗旨，如何趋吉避凶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要尽量的避免造罪业，尽量的积极善业，这是第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第二个，谦受益，满招损，就是你待人处事啊，你的知识占的第一点。站在第一点呢，啊，你就能够不断的进步。一个人最怕就是自己站得很高啊，你的功德容易折损。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从刚开始到临命中啊，我们的功德不断是在进步的当中啊，你要经常保持谦卑学习的态度，让自己的知识站低一点，对你有不断的受益。这个是中国古人的一个大智慧。我看西藏的传承没有这个文化，没有谦卑的文化，啊，西方也没有这个文化，啊，好，那么第三呢，如果人依我所说而行，决定可生希望极乐世界，啊，从前面的断恶修善，然后意念弥陀的功德产生正念，啊，最后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啊，那么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啊，那么这个古德写一个偈颂啊，啊，逆境来时莫动嗔，西方佛子等书亲，我今暂作说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好，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有一些逆境啊，你不要生气。那么也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为什么呢？这以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照啊，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啊，就是身为一个净土的人呐，啊，我们把今生的生命啊，只是当作过客，就像我们今天暂时住旅馆，我们不可能在那边住多久，随时要离开的感觉啊。那么哪一个地方是我们真正的家呢？就是不久莲池会上人啊。所以我们一个修净土人呢，啊，对今生的生命呢，啊，不会去主动的经营，就是让他赶快渡过去就好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哈。好，我们今天呢，啊，那个课程讲到这个地方，好，阿弥陀佛。我先回答几个问题，那么大家对今天的课程啊，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讨论。第一点呢，啊，就是有关六根不具足的人呢，啊，所谓的盲聋喑哑，如何使令他能够创造善因？就是说啊，佛法的重点当然还是要产生观照力了。我们讲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圣贤书啊，这叫明白道理，就是明理。明白道理，你才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在六根不具足当中，我觉得一个人眼睛有缺陷还有救，一个人耳朵有障碍啊，这个是这个严重的障碍，他不能听闻佛法，他跟外在就是根本就没办法去接触新的信息，他只能够自己看。所以耳根对娑婆世界，耳根有障碍，这个学佛的障碍是超过其他的六根。
那当然一个菩萨，我们尽量把一些重要的观念啊，看看透过什么信息传递给他，这个很重要，让他明白道理。好，亡者生前是日莲正宗或者是没有信仰者，那么在助念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影响他？我想在临命终的时候，我们不太可能去改变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诸位你想想看，他平常身体健康的时候，你改变他的信仰都不可能。在佛法说啊，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个人容易改变，这个叫做愚痴。愚痴呢，他还没有主见，外道呢就不是愚痴，叫邪见。所以在白法里面的心所啊，邪见呢，他的思想是比愚痴坚固，他有思想，他有思想，思想是错误的思想。那么愚痴是他完全没有概念，完全没有概念呢，他怎么做呢？就跟着感觉走，他也不认为这个是对，也不认为那个是错。所以你遇到了外道啊，你就不一定要让他念阿弥陀佛，你告诉他你起烦恼，他也起烦恼啊，就是当他升起善念啊，你平常念上帝，你就一念上帝好了。至少保住了善道。好，暗地里以他人的名字来做种种的布施，向佛菩萨忏悔跟回向，能使他人有朝一日能够进入佛法吗？可以的。好，就是你私下为他做功德啊，他能够跟三宝结缘。不过在地藏经上说啊，如果你要让他得到更大的利益啊，你最好让他知道。在地藏经上说，这个临命终的人，临命终就是他还没死亡，他果报还是这一生。那么你用他的钱来做一些供养三宝的善业啊，你最好让他知道，对他的帮助会更大。如果他不知道，也有帮助，但是比较小。好，弟子的父亲以前是屠夫。数十年来杀生无数，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当然帮助啊，我们为他超度了，写功德回向给他，这也是有帮助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要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帮助啊，那他非得要明白道理才可以。所有的功德，真正的功德，扭转生命的功德，一定从自己的内心升起。就是世间上最大的罪业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世界上最大的罪业是愚痴，因为所有的罪业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无明。你看我们生命的扭转，第一个是无明，无明言行，这个行就是业力。他为什么会造罪？就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可怕，他不知道做这个杀盗淫妄未来有什么可怕的果报，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只知道我这样子做，现在得到了一时的利益。所以你看佛陀讲十二因缘啊，无明言行，行言事，这事就是一个生命体投胎，然后生老病死。所以一切的罪业最为根本的就是愚痴。那么反过来说，一切的功德最为根本的就是内心的觉悟。当然要一个人觉悟也不是容易的，他有他坚固的看法了啊。那我们刚开始先就像你说的啊，我们先为他结缘啊，慢慢慢慢的跟三宝结缘啊，来生遇到三宝，那么生生世世这样子欣喜啊，他慢慢慢慢的就能够接触佛法，总有一天听到佛法，哎呀，原来生命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就有比较根本性的改变啊。所以你说要让一个人产生比较深远影响的改变，一定要引导他明白生命的道理。弟子在睡觉的时候曾经梦见阿弥陀佛啊，也曾经口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请问会这会造成往生的障碍吗？你梦到阿弥陀佛，这是个好的现象哈。
不过我们平常梦到阿弥陀佛啊，这个表示你这个人烦恼淡薄，业障也淡薄，跟阿弥陀佛的因缘也深。但是你真正往生的时候是要泥命中的时候，泥命中见佛最重要。平常的见阿弥陀佛有消灾的作用，但是临终见佛的时候它是有接引的作用。还有一点，你临终你平常修行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境界，不要随便跟别人讲，否则你这个功德就很容易失掉。自己修行自己知道就好，增加一些信心就好。其他的我看都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啊，因为你这个听完课应该有些问题应该可以理解。好，大家对于今天的课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是不是有问题？好，你请说。好，对不起，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大声一点吗？或者，嘿，马师啊，新加坡的因缘福报好像过去说没有什么的临终助念佛，跟你们台湾比起来好像差很多。我想一切法因缘生啊，就是所谓的福报，就是大家愿不愿意做，大家愿意花心，这个事情就的确台湾的佛教啊是非常鼎盛啊。我可以讲一句话，台湾只要有人往生，至少可以找到三个单位的助念团，三个，至少，而且跟他没有关系，他至少会来跟你助念。那当然，这个助念大家知道一点啊，这个临终的助念啊，我刚刚还忘了，所以有时候提问题会给我一些灵感，我忘了交代一件重要的事情。临终助念是在什么时候做？大家知道吗？有些人等到已经这个亡者躺在那个地方没办法呼吸的，你请法师来助念，在助什么念呢？那就是念佛诵经回向给他而已，那不叫助念了。临终助念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在医生宣布生命只有三个月了，或者半年了，这个时候就要做心理建设了，让他慢慢的接受死亡即将到来。而且死亡不用可怕，就是你如何能够升起正念，这是关键点。所以呢，就是说真正的临终的助念应该在往生前就要做好，做一些心理的辅导跟建设，让他能够以一种很清净的念头来面临死亡。其实你临命终的时候恐怖忧虑啊，对自己只有伤害，可能你本来有善业都不能表达出来。所以你平常的点点滴滴的关照啊，你到临命终的时候容易人家稍微提醒你一下，你就能够升起正念。如果一个人平常颠倒得很厉害啊，我看很难在临终的时候三两句话开导你，很难，你那个直取很重啊。这边说我们讲说一件事，就是身归脱壳，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他离开他的果报体是如此痛苦啊？就是这个人对这个三界果报咬得很死啊，咬得很死，你说突然间把它拔开来，这怎么拔呢？那你平常的时候在修止观啊，观察哦，三界是无常的，我今生决定要死的，有生就有死，这个死亡是佛陀都不能避免的。那么死亡到来的时候，万般带去不去，只有业随身。那你平常在修无常观的时候啊，你对三界的果报那个直取的力量，其实你点点滴滴就在慢慢松脱，慢慢松脱，慢慢松脱了。你不能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才来放下，
你根本放不下，是不是？你平常做功课的时候，今天放下一点，明天放下一点，好，这个时候视力就剩下一点点，临终的时候简单几句话开导就放下了。你平常的时候颠倒的视力很强烈，强烈啊，我看很难到你命中的时候三两句话让你放下，我看很难。所以今天的课程其实跟前面几天有关系，你前面几天要是修行修得好，你平常对三界的果报就慢慢的松脱，到临终的时候就容易做，成功的距离就大。 好，那么这次的净土课程啊，那么学人就跟大家报告到这个地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阿弥陀佛。